谢谢，我们的僵尸季还有谢凤仪，他们都离开了钻戒。我们要好好到家了，要犒劳他们的。这首歌呢是谁唱的？对了，还有呢？嗯，王慧珍。对了，是由谁作词作曲的？吴奇贤。对了，答对了，掌声鼓励鼓励。你整天聊。谢谢。哇，接下来很热闹。我们现在首歌是由。